喂，巴德嘎杜。哦，放心，我是恋爱专家，专治各种小事。我的腰，哎呦，哎，喂，刘姐，我快到相亲的地方了。看起来特疼啊，不知道会不会死啊？哇！刘姐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那个。那什么，我先挂了啊。这样都没事？妹子，我真敬你是条汉子。何小姐吗？我是刘江阳刘姐介绍来的。啊，我叫杜锦绣。你好。你好。The three thieves fancy were the France. Du genet prisonnier. On next my champagne. Ce n'est pas grave. 请说中文。啊？哦。给我来一只法国生蚝。啊，何小姐，不要拘谨，随便点呢。啊，随便点。嗯。啊，你太好了。龙虾、鱼子酱、雪燕、鲍鱼。这些都要啊？这些都不要。啊。何小姐，你真幽默。你是法国人啊 ？No no no。加拿大。台湾，陕北。啊，不过我很喜欢去世界各地旅游，了解不一样的文化。我知道我们认识不是很久，不过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，可以再更进一步的交往啊。不行。啊？这都行？这还不是因为你。不是我说，这杜锦绣太奇葩了吧。我邀请他参加公司的年会了。那我也去啊。随便你，反正葛阳给了我好多请帖。不是我说，怎么哪儿都有这个葛阳。行，哥们儿就去会会他。今天是我们北泰集团创立5周年的日子，感谢团队每一位成员的付出，感谢每一位合作者的信任。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公司的新项目真爱公式 application 今天就算正式启动了。在此特别感谢开发者何秀武小姐。我希望可以通过这个项目大规模的减少全世界单身狗的数量。好，祝大家玩得尽兴。
何小姐，这位是？我就是杜锦绣，何学武的男朋友。哦，原来女汉子也这么受欢迎啊。女汉子怎么就不受欢迎了？虽然我们动作大，嗓门大，神经大，但是我们心也大。好像男人也是嗓门大，动作大，神经大，心也大哦。所以啊，女汉子就是女人中的战斗机，真爱来了我们好好过，真爱不来我们照样过得不错。这女人呢，就像是书架上的书，有人买之前多多少少都会被几个男人翻过，如果没被翻过，只能证明她一点都不吸引人。哼，这男人不一定了解男人。这么说，你很了解男人了？姐给你科普一下，男人如果泄顶，欲望就一定很强，因为雄性激素分泌旺盛，就会造成抑制性不足，而抑制性不足就会导致泄顶，简直就是胡说八道。还有，如果男人的食指长于无名指，那他的性能力一定很强。如果你仔细观察身边男人的手指和表情，就能辨别出他们是哪一种人。泄顶确实是有生理依据的，我说泄顶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手指的可信度。夏晴，我真为你的智商着急。你等一下，我说你们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十几年后想想今天，你们两个又怎么在一起愉快的跳广场舞呢？谁要跳广场舞啊？像我们这种高级动物，想汉子的时候汉子，想女人的时候比女人还女人。你女人一个给我看看呀。一会儿我就把他灌醉，你赶紧搞定他。放心吧，房间都准备好了。一定要注意尺度。I'm a professional。放。好，来。放我下来。好，放你下来，放你下来。谁呀？谁呀？谁？